大姐姐打疫苗了吗？不打不准拍，打了才能拍。我给你发个朋友圈。拜拜。打疫苗吗？疫苗？我又预约了打疫苗，第二针打吗？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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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过来进来打疫苗，打疫苗。北京科兴，科兴要打吗？我打了，我打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进来啊！北京科兴要打吗？可以站好了。北京科兴。邓科兴，太好了！一号的。北京科兴，哎呀，我那叔叔。有。打疫苗吗？我们有各种礼品送。打疫苗有各种礼品，对对，打了没你们？那我明天来打吧。明天啊，今天打吧。就刚吃完，吃多了。就是吃完了才能打，空腹是不能打的。疫苗接种上午1点到晚上18点，北京生物、北京科兴、康希诺一针三种疫苗可以选择。接种第一针送牛奶一箱或食用油一桶，大家快！不要打疫苗了，赶快来登记。你打过没有？20都打过了。哎呀，不能，太好了。看见了吧？打疫苗给280营养费。要打疫苗的吧，都过来啊！打疫苗给280营养费，现在集合。免费打疫苗给280营养费。车接车送。免费打疫苗给280。车接车送。免费打疫苗给280营养费，现在集合。免费打疫苗给280营养费，现在集合。免费打疫苗。啊，有人在家吗？啊，你好。阿姨你好，我们是电视塔社区的，对，就是说，问一下您这边你家人都接种新冠疫苗了吗？接种了，接种了，第二针也接种了。第二针没有的，我是在临潼老家打的。这个地方没有关系，在西安也能接种，我们接种的地方也很多。为了确保辖区居民第二针疫苗不遗漏、不错过，电视塔社区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绞尽脑汁，发誓动员大家接种疫苗。像我们社区呢，有28个小区，10000多户居民呢。最近呢，为了让大家能够按时按点的接种好第二针疫苗，我们以各种形式、各种方式来通知大家。比如说，我们会逐小区、逐楼、逐户的去进行。